山市一所国中经传有六名同学食物中毒被紧急送医，而他们都是在家政课喝下了自己做的果汁牛奶之后，陆陆续续出现呕吐、腹泻等症状。救护车十万火急来到台南新营区一间国中，因为学校传出有人食物中毒，一共有六位一年级学生紧急送医。初步怀疑是有可能是上课的时候食用了一些食材导致的急性肠胃炎。小朋友陆续出现呕吐、腹泻症状，手抱着肚子，全身无力，需要帮忙搀扶才能行走。事后卫生局来到校园进行稽查，而问题就出在早上的家政课。我们现在离清室家政课的时候，各组自己去讨论出说，我们要准备什么食材，这样的课程就把它打成饮料类、果汁类去食用。送医的六名学生都是同班同学，早上家政课他们带着自己准备的水果加入牛奶打成果汁，喝下后陆续出现身体不适、呕吐等疑似食物中毒的症状，学校紧急通报救护车，其中四人送往奇美医院，两人送往新营医院。进行厘清的是有苹果还有香蕉，那我们就立刻启动疑似校园那个食物中毒的一个案件的流程，然后也立刻联络了卫生局还有医院这边做救护车的后送。所幸学生送医检查恢复情况良好，四名学生下午返回学校继续上课，另外两名回家休息。至于果汁制作过程是哪个环节或食材出错导致食物中毒，还要等待卫生局化验结果。记者黄富奇台南采访报道。